释迦牟尼佛曾经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中说过这样的一个故事。在过去无量劫久远以前，有一位佛名叫清净莲华目如来，他的寿命长达四十劫。后来在这位佛涅槃之后的相法时代，有一位修行正果的阿罗汉，他时常接受供养，为众生培植福报，同时随缘教化众生。有一天，一位名叫光目的女子准备了美食来供养这位罗汉。你今天设斋供养我，是想要求些什么呢？我的母亲刚刚过世不久，我希望能以斋僧供养的方法来为母亲做功德修福报。真不知道母亲现在究竟投生到哪里了。我为你入定观察一下你母亲的去处吧。你母亲生前做过什么事？她现在身处恶道里，正受着很大的痛苦。啊，我的母亲生前最爱吃鱼鳖之类的动物，尤其爱吃鱼子，或炒或煮，任意食用。常常这样吃下来，伤害的生命真是成千上万。请尊者慈悲怜悯我，教教我该如何救他脱离恶道之苦。你可以
至诚诵念清净莲华目如来的名号，并且塑造绘画此佛的形象。这样做可以使活着的人和已死的人都得到善报。苦了。